这是1993年姜文和王姬拍摄电视剧《北京人》在纽约时的合影，他们男帅女靓女，非常般配。这部电视剧当年特别火，尤其是王姬饰演的阿春，聪明漂亮坚强，特别有女人味，一时间成为无数男观众心中的女神。阿春也成了王姬这一生塑造的最经典的角色。